刘浩龙昨晚就出席首映，他坦承事发当日是跟许志安、王心颖一起吃饭的，皆因有朋友生日嘛。而问他留不留意到安心有啲唔妥呢，他就话：当时我哋一起吃饭都食得几开心，都冇乜留意啲咩，都系一起食下嘢啊咁样玩。大家都饮得好醉，又唔系太醉嘅，即系我哋系 OK 啦，当然有饮酒啦。咁其实阿心颖点样入到嚟个圈子玩啊？即系边个带佢？我真系唔太清楚，系。清楚，因為嗰晚好多自己朋友啦，咁嗰晚我同阿丁志高啊，同阿小芳坐埋一齊，咁因為嗰晚都好多人，咁所以都唔會問啦，即係成台都係朋友咁樣。但係平時即係見到安仔會唔會都有見到，即係可能心穎咧？我未見過嘅，係咯。即係你嗰次第一次同心穎一齊食飯係啊，第一次嘅。咁你有冇揾過安仔，或者你有冇揾到先？冇啊，我覺得做朋友喺呢段時間都唔應該再騷擾大家啦。自己去思考一下啦。